VIP 恒基的楼盘，昨日就啱啱开了价钱啦，好惊喜，14000到17000一尺，背驰咗佢隔篱嗰个楼盘就晓柏峰，两个距离其实5分钟都唔使，价钱减咗10%几。我哋先讲下个楼盘嘅基本资料 ，VIP。Total 有两座 AB 两座，最特色呢就佢係马路围晒嘅，分别就係包围街、石硖尾街、耀东街同埋南昌街，比较热闹啲，声音就比较嘈杂啲。第一期就成个 L 型啦，第二期就未出嘅，底下就有个商场，会所就喺一楼，住宅楼层就24层，提供714个单位，楼层高度就3.5米，关键日期就2025年7月31日，行去石硖尾站都大概3-4分钟步程，佢自己嘅入口整嗰棵树都几特别嘅，几有艺术感。恒基整活化其实几精彩嘅，如果之前睇过启岸嗰条街咧，都好有特色，成条街好似去咗日本嘅。这个楼盘主打就是啲细单位，由开放式去到三房。开放式就是一 B 座嘅16室啦，199尺，最平入场就316万。一房就260几尺，最平入场是396万，两房就339尺最细，最平入场是516万，仲有三房啦，就425尺，最平入场就是630万，仲有个三房套添，457尺，入场价是698万。楼盘周遭都是马路啦，然后都是旧楼为主。即系市区盘就系咁噶啦，嘈就一定嘈嘅。佢隔篱就系圣方济各英文小学啦，后网就系深水埗后网嚟。同居嘅租金应该可以做到50蚊一尺，你哋觉得有冇缩位？今日嘅时间就有咁多，我系卢易斯，我哋下期见，拜拜。